尊敬的各位狼友，今天我们继续 NBA 2K19 的一场模拟的比赛。保罗乔治对杜兰特，两个人都是小前锋的位置，身高杜兰特比保罗乔治稍微高一点，相同类型的，能远能内身高臂长，得分能力很强，两个人因为保罗乔治下赛季到和这个卡哇伊联手在快船，杜兰特是跑到了新泽西网队，布鲁克林网，所以各奔东西啊。让我们看看，都是现役版的名人堂最高难度的 CPU 电脑对阵电脑，看看结果会是什么样子。保罗乔治对杜兰特，看一看单挑。哇，我靠，保罗乔治上来就这么猛，我靠，什么情况啊？保罗乔治这次犯规，哇，杜兰特这是逆天的背后倒手扣篮，两人累，哎呀，我靠，保罗乔治也想来一个，结果没有玩好。这个下赛季啊，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赛季。现在呢，这种多巨头的这种球队已经很少见了，大多数是每支球队有两个球星，所以这个就增加了 NBA 这个最后总冠军的这种预测难度，到底谁能在下赛季夺冠就很难说了。看看保罗乔治，哎呀，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分，哇，被杜兰特吊打，这是被杜兰特吊打。哎呀，又进了，6-1，都儿童节了，6-1儿童节，依然不进。杜兰特发威啊！另外告诉大家 ，NBA2K20 将在9月初就开始发售了。保罗乔治终于防了一个，哎呀，这三分进了！刚才我的声音都变了，失声了。刚才杜兰特升职，杜兰特这个身子板怎能吃得动保罗乔治呢？虽然最后进了，保罗乔治，哎呀，漂亮！二次进攻得手，就是嘛，保罗乔治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就被虐，怎么也是超巨啊！保罗乔治算超巨吗？请各位狼友来评论，算不算超巨？哇哇，5-7，追上来了，保罗乔治追上来了。天亮了，杜兰特已经没有气势了，哇哇哇哇哇，漂亮，我靠，
绝对是乔丹水准的几个这个动作，保罗·乔治全做出来了，非常到位。哎呀，没想到保罗·乔治6-1落后，居然连扳这么多球，生生的给扳平了，7-7。这个不好说了啊。本来以为杜兰特会虐乔治，虐保罗。看一看，保罗乔治怎么打？请吃！哎呀，被盖，又被盖。刚才那两个盖帽，杜兰特非常的漂亮。8-7，杜兰特依然不准，保罗·乔治中投没有。哎，杜兰特的不出去吗？我还以为电脑糊涂了。电脑应该不会有这么蠢。哇，杜兰特终于进球了，8-8。9-8。啥情况？我靠！我靠，这也能进？9-9，看来要加时了，比赛要加时，冲，给你冲，快，升智，吃，我靠，我靠，10-9，大出火。我靠！